这叫烤火啊。烤火。哦。烤肉。烤腊肉。哦，烤腊肉。烤腊肉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湖北恩施州宣恩县张官铺侗寨，是一座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侗族吊脚楼民居。小关乡张官铺侗寨又叫陈家院子，始建于清代初年，陈氏先祖是湖南袁州府皂溪人，清雍正十三年当地改土归流以后，举家辗转迁徙至张官铺定居。侗寨包括房屋建筑、陈氏古墓群和相关建筑遗址，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，房屋坐西北朝东南，采取中轴对称，两进三天井院，是典型的侗族建筑布局。地基分为上下两个平面，前低后高，底层是具有侗族建筑特色的通道。正屋两层，面阔五间，为穿斗式，单檐悬山灰瓦顶。厢房面阔四间，里面是小四合水天井院。厢房前端吊脚，连接部建有侗族特色的半边火炉。房屋前的院坝是用整块石板铺成，为陈氏族人聚会娱乐的场所，侗族称为歌坪。寨子周围还建有20余座陈氏古墓，大多在房屋右前方的一字排列。古墓群雕刻精美，造型讲究，碑文书法文采俱佳，相当于石刻的民间家谱。住在中间院子里的老大爷很热情地跟我聊了半天，还让我进屋去喝茶。他说这个寨子本来是完整的对称格局，结果因为家产纷争，西半边的老屋被拆掉了一部分，